我只觉得这灯光很亮。对啊，今天很亮哎、欸，今天好像一直好像是我们是什么犯人啊？不会，就王美灯啊？真的假的？真的，这个好像那个犯人哦，我又不是什么犯人，忍得一时苦中苦，啊，下的是美好的。对，好吧，好吧，真的。我被公主生抢台词了，我说欢迎光临，你帮我说飞碟唱片行，我们再一次哦，欢迎光临。飞碟唱片行，大家好，我是唱片行的老板娘月光奶奶。今天我手上的这张专辑，我等了七年啊！对，我的工读生他们就是终于来打工了，欢迎我的工读生女孩与机器人，拜！介绍一下，我是 Rain， 嗨，我是庄工，我们是女孩与机器人。好的，今天他们来啊，我刚刚就跟他们说，打工我没有发薪水，因为平常去唱片行打工应该就知道会有领时薪什么，但我们这边发的不是薪水，我们发的是时间。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他们这张专辑，我觉得又有一点难猜，但是我们真的就只有一分钟，我们不能加嘛，所以呢，我就出了一些题目，这个快问快答跟你们的专辑非常非常的有关系，绝不骗你们。嗯，对，所以待会找你们答对了。一题就可以加五秒钟，你们应该跟这样一题五秒。那你是准备了一百多题？那没有啊，我们才准备六题，好吗？夸张啊！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应该跟这张专辑非常非常熟悉吧？毕竟你们就是对做了它七年，是不是？而且我刚其实有听他们的小故事，我以为就是我没有想到七年有这么久，因为我平常就还是偶尔都会看到他们的一些动态，所以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们这张专辑竟然等了七年，嗯，好，真不知道他们都在干嘛，是不是？在跟猫玩之类的，好哦。那我们现在他们应该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吧？好，我跟你说，只要你们两个人任何一个人答对就可以，所以你们只要带就是对麦克风答就可以了。Oh. 对，不用举手说啊，认真答答案什么？不用不用不用，就是你们两个人就是一体，撑着点，撑着点，太好笑了。酷，好哦。那我们现在计时30秒开始，请问这张专辑名称叫做《密室逃脱》。请问专辑中有一首歌灵感来自1978年的同名电影《午夜快车》。没错，请问这张专辑凝聚了几年能量大爆发？嘻嘻嘻嘻嘻。Jumbo 是没来啊？请问专辑中最后一首歌叫做《美好生活比较好》。请问专辑的封面有几个贴纸造型？几个？赶快数！我靠！五，还有一个六，好，请问《密室逃脱》里面有一首歌跟日本的爵士团合作，加勒比路克，压线刚刚好，哦，贴纸那一题好险哦，我超紧张的，我。那你还能问是什么？没有，因为我想说你不是，因为我想说这贴纸很特别。我刚刚是不是还一开始跟你们说，我觉得你这个贴纸很特别？我是不是已经偷偷提示，在开始之前我就先偷偷提示他们了？原来如此。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贴纸的造型很酷，然后你们每一张又贴的不一样，所以你看哦，现在就是老板娘手上拿的这张跟那个任手上拿上的那一张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们每一个人拿到都会是独一无二的。没错，对，除非是那个工读生偷懒的时候贴的一样。就是有没有？他说哦，我现在不想想了，我就想要贴一样，或者是少贴一张。哎，应该不会吧？少贴一张就可以跟他们要，好不好？好哦。所以你们现在总共有90秒的时间。嗯，那我要把时间给你们，你们大家要连这边都一起拆开哦。我跟你说，这张专辑就是拆开就回不去的一张专辑，没有错。对，所以就是我们现在90秒，让他们来计时好了吗？好了，我要退出场外了。计时90秒，开始。各位朋友，大家好，这是我们的最新的专辑，叫做《密室逃脱》。那其实呢，大家看到这个，不要被它复杂的外表给骗喽。只要把这个沿着风线拆开来，就是一场你自己的密室逃脱的旅程。现在这样是几秒？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这样猜。张狗是不是没有来打工啊？我对呀，因为只有一张而已。哦，那我这样给你拿，你还是可以。你帮我拿，你帮外观啊，你帮我扶着，不这样拉。我是不是给他制造困难了？对啊。那大家这样子，因为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们呢，其实都把这个专辑拆得蛮惨烈的。哦，那也是一种生活 style 啦，只是想跟大家说，还是有可以轻轻拆，对，轻轻拆的方法。那大家在家里可以慢慢拆，我们其实也有在那个为了解除大家的这个困扰，我们也有做了。我自己在家拍了一个开箱的影片，大家也可以告诉大家怎么猜比较好猜，是不是？对，怎么猜比较好猜？好，那大家打开来看，我们来看第一页喽。
咻！哇，好，打开就是像书一样，里面就有很多像是密室逃脱一样的线索，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比如说这边就是手机的电啊，然后那个荧幕的密码，可以玩游戏就对了。对对对，可以玩游戏，可以解题吗？里面都是从那个现实啊到大自然的感觉，这都不是电脑 P 图完成的，全部都是设计师、法官跟摄影师的团队这样子手工的打造的。然后比如说像这个的百叶窗，也都是一条条手工贴，贴了10小时。所以大家就是好好的收藏这张专辑，爱你们收藏。我看我等一下，好好好，嗯，他们讲完了嘛？好，讲完了。我想要知道是后面这个真的贴了。10个小时，你们贴10小时，你们是不是以为现在的科技其实用 Photoshop 就可以了？不行，不可以，它会少了一个质感。所以摄影师他把这个冰山大图输出，然后切成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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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贴在百叶窗上。碎纸机比较快吧？没有，没有，手工贴的。顺序。所以他这一扇窗户贴了10小时，然后里面有2扇。如果大家还有发现的话，对，我觉得非常的疯狂。但是做出了一张，我觉得。真的是很可爱的一张专辑，因为你知道我打开之后，我发现有很多很好玩的小巧思，对，所以这个真的你可以好好的回去试试看。所以啦，老板娘跟大家说，这张专辑是不是打开你就关就收不回去？所以如果你自己呢想要收藏跟想打开好好玩，就是要带2张回去，好吗？好吗？但我们这边没有卖啦，要买要去唱片行买。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女孩与机器人今天来打工，那我们飞碟唱片行下次见，拜拜。不是，我说他刚站得很前面呢，站得很前面，我真的。